各位观众朋友您好，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鼓节目。您是不是曾经听过有人跟您说他是一个开悟的禅师，或者说哦我已经开悟了？那么究竟在佛教里面开悟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它跟明心见性有什么不同？我们怎么知道一个人是不是开悟了？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使你我这样平凡的人也开悟呢？这一连串的问题，我们现在就请圣严法师来为我们开示。哎，这个开悟这个名词啊，在禅宗里边用的特别多，但是它的根据啊是有一部经叫做《圆觉经》，另外一部经呢是叫做《法华经》。这个开悟的意思实际上就是智慧的开发，人格的啊完整，也可以讲就是烦恼的呀这个去除，或者是啊烦恼的呀消灭。在没有烦恼的时候啊，突然间没有烦恼，这叫顿悟，慢慢的没有烦恼啊，这是见悟。所以开悟啊实际上就是哦我知道了。那因此在西方人就是开悟，就是等于说我了解了，realize 就是知道了。那么我们在一般的人呢，是不是可能有开悟的经验呢？有，一般的人的开悟啊，我把它分成好几种。比如说艺术家有开悟的经验，还有呢哲学家有开悟的经验，还有宗教家呢也有开悟的经验。作为开悟的意思就是说，不是从书本的，以及呢从人的这个语言的，或者是从啊学习中啊而产生的，这些呢都不是啊叫做开悟。开悟就是过去从来没有知道，也没有人能够告诉你，可是你发现了。所以不管是艺术也好，宗教也好，哲学也好啊，都有一些新的发明，新的开创啊，新的呀发现啊，那都是可以讲是开悟的啊。不过呢禅宗的开悟就不一样了。禅宗的开悟啊是要讲在自己一时间一下子啊使得自我中心、自私自利自我的执着心一下子摆下来。那也可以讲原来呢因为有自我中心的关系啊，烦恼重重，也会受到外边的环境的影响而烦恼，自己的身心的不能够调和啊，也会烦恼。那么但是呢，如果说真正的是禅的开悟之后啊，因为自我的这个观念呢，以及自我的执着、自我的心理的一种啊隐隐，也可以说心理的一种啊这个一种肯定一下子全部摆下来，这个时候自己是一个变成一个自由的人，非常自由。从哪里自由啊？从自己的得失利害得到自由，这个时候这叫做开悟。那么怎么样子能够开悟啊？这也是一个问题啊。这个开悟啊，在禅宗来讲啊，有大悟，有小悟。小的悟啊，就好像是这个水泡泡一样的，这一个泡泡起来的时候啊，突然不见了。这大的悟呢，不是说一个水泡泡而已，而是呢，整个的一个宇宙。整个的呀自我以及整个的环境突然间呢，是不是说天昏地旋，而是呢天地啊粉碎，在自己心中啊什么负担都没有了，一切的所以依靠心、依赖心啊，以及呢执着心全部摆下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叫做开悟。不仅仅是对身体不执着，对名誉不执着，
对观念不执着，那对整个的生活的环境乃至于宇宙，所谓宇宙是什么啊？数的讲啊是永恒的历史，恒的讲啊无限的空间呢、啊，这个都是不存在，就超越于时间与空间，这个叫做啊开悟。那么是不是人人都能开悟啊？这个也可以说人人可以办得到，也可以说是非常的难。所以为什么说人人可以办得到呢？因为啊，你只要自己愿意啊，摆下自我的时候，你所谓摆下自我，就是说你对自己不要在乎，那你就开悟了。可是很不容易的意思呢，人呢相当不容易摆下自我。自我的是什么？自我的身体不容易摆下，自我的老命不容易摆下，自我的观念不容易摆下，还有呢，自我的呀名誉也不能摆下，这个自我不能够摆下的太多了。当你自己啊没有遇到逆境的刺激，或者是呢诱惑的刺激，你不会感觉到你自己有什么烦恼，有什么摆不下。可是呢，当到遇到什么大贪的事情，让你非贪不可，你觉得我是不贪的，是不可能的。出现了以后你就会贪。大嗔，你说我是不会嗔的，我是不会恨人的。当你呀发现这种问题的时候，你一定会恨人。所以是开悟也是不容易的事。怎么如何开悟呢？那就要一个是从观念上啊，要知道我们自我以及整个的世界宇宙都啊不是实在的东西，如幻如化，如梦如戏。另外一个观念另外呢就是要练习，要做方法上的练习。那就方法就是我们呢一个是打坐的另外呢一个是参禅的，另外有一种呢就是人家给你啊一点一指一拨，就给你啊一拨就不通了。我们呢要了解啊，人人都能开悟，但是你不要认为你很容易开悟，你不要以为你不能开悟你就放弃了，所以这一点也非常重要。